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影王。今天呢，星期日啊，我继续整花园，有点整上瘾了。先从呢这个边边开始，除边开始啊。因为草太长了，所以呢我需要用镰刀先把边给磕出来，磕完以后呢，然后才能剪。又下雨了，所以忽然间换了占地，修剪了一下树。哎呀，短短的不到两分钟，我整整用了大概四五个小时吧。我今天在花园里边大概待了四五个小时，超累的。然后回来呢，然后剪一下片子给大家上传一下，看看我今天的成果，还是蛮开心的。你看，这是剪完以后，哇，感觉超舒服的。当然，这个地上的草不是很好，我肯定还要重新再整理一下。比方说打孔啊，撒种子啊，然后可能重新要整理一下这个草地，太久没有打理了。然后旁边也是这个树枝，也是后来全部都剪出来，整理出来。今天是非常有成就感，你看这个天气，这就是墨尔本的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要不然你没看我一会儿走来走去，就是因为下雨了，我要躲进来，外边正在下雨。那不下了又跑出去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在院子里边待了几个小时还是蛮有成就感的由于外面下雨了啊，太累了，实在做不了了，进来给自己冲杯绿茶，然后吃个点心休息一下，明天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蛋糕。这是我一个朋友，她去给她老公订蛋糕的时候，然后说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让她也顺便订了一个。她其实这个不能算蛋糕吧，只有底层有一点点蛋糕，然后上面全都是像千层一样，还蛮好吃的啊，就是里边全是水果，就不能放得太久，所以我们家里人就是买回来之后，昨天买回来的，今天都已经吃大半个了。今天吃蛋糕，说着说着都流口水了，哎呦，好累啊！哇，我的茶终于泡好啦，我要开始享受我的蛋糕啦。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观看，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啊，记得点开旁边的小铃铛才能及时收到我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好吃肯定有观众就说：“一望你就逼我减肥啦，肥呀！”这家蛋糕哈，水果多，然后面皮少，而且这 cream 一点都不甜，它是定做的，但是在哪定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啊，是朋友帮买的，没有办法介绍给你们。等我下次如果查到了在哪买的，我就给你们发下链接或者什么的。好吃。而且不甜，估计也吃，馋一馋你们，其实本来我想把那个视频呢，就到那儿结束就算了，但是我已经好几天没和你们聊天了，还是觉得边吃和你们聊聊比较好。或者是拍另外一个视频好了，不查你们了，就到这了啊，拜拜